原标题《越军作战手册》为何规定女兵不许穿内衣？真实原因让人脸红不已。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全面开打，这也是建国后较大规模的一场战役。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双方参战兵力高达450,000人。在这场战争中，解放军阵亡8000多名将士。在这些阵亡的将士中，很多都是被越南女兵杀死的。在对越战争中，最让解放军头疼的就是越南女兵，因为他们时而是士兵，时而又是平民，而且还花样百出，甚至还不穿内衣，让解放军防不胜防。据参战将士回忆，1979年3月8日，解放军的121师3-62团3营一连在这一天俘获了6名越南女兵。在被俘前，他们居然开始脱衣服，而且还脱得一丝不挂，这是为何呢？越南女兵为什么不穿衣服作战呢？古代女人的身影很少在战场上出现，古代的战争一般都是冷兵器，对士兵的体力各方面要求较高，女人在战场上的作用也没有男人大。但是进入到热兵器时代和信息化战争，女兵往往能靠着女性独特的优势出奇制胜，这也就是为什么二战时期日本女间谍那么多的原因。女兵也往往大多数是文职类或者是潜伏人员，很少直接参战。但是越南女兵却是一个例外，越南女兵从训练开始就是向正规作战人员去培养的，而且越南女兵上战场从来不穿内衣，因此越南女兵也被称为全世界最开放的女兵。而且越南女兵在战场上一旦被俘，就甘愿脱下衣服献出自己的身体。而越南女兵或许是最开放的女性，因为没有哪个战场的女兵愿意空装上阵。对敌人来说，其实这样的女兵才更致命。没有人知道一个亮丽的躯体下背负着多么阴险的任务，并且越军在作战部队的女性都会收到一份作战手册，其中就有明文规定女兵在作战的时候是不允许穿内衣的。越南女兵在被俘虏时会主动脱下外套，由于没有穿内衣，越南女兵把迷人的躯体亮出来，乳房看光光，瞬间迷惑战士。就这样被迷惑之后，那些越南女兵就拿起枪将其杀死。在他们的业余时间做的最多的还是怎样利用自己的身体吸引杀害敌人，他们的目标就是用身体去消灭指定的目标。他们有的留在部队执行任务，有的则被派去卧底刺杀。越南女战士一直是让军队骄傲的特战部队，为了保持战斗力，他们一直补充着新鲜血液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